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爷爷生日，全世界呢应该只剩下我妈不知道姑姑回来了。待会不知道她是什么表情，还蛮期待的。她应该是会蛮惊讶的吧，因为毕竟姑姑三个月前才回去。Hello， 我们今天中午是在渔人码头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渔港啊。OK， 好 ，OK。你出发的？哎，你出发的？对啊，我先去载大姨妈。OK， 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嗨，这么巧。对，摄影组的。妈，是不是还没看到你？还没。哈哈哈哈哈。回来。被你发现。好的，我们到了，今天来到淡水的渔人码头，来这边吃螃蟹。今天爷爷生日，季节就是抓螃蟹，抓很多螃蟹，所以我们等于说呢，就是自己带螃蟹来给他们料理，这样 cool。你有吓一跳吗？哦，吓了一跳！哎、欸，姑姑回来我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欢迎回来。保密的。那你刚刚怎么发现的？我远远看到他吓一跳，想说我看错人了。是真的吗？真的？对啊，真的吗？我想说这个是真的。对呀、啊，小哪有可能台北的分，对呀、啊，都没有通知就回台湾的，做任意门回来了。对、啊，一打开踩了就进来，瞬间到台湾。你们都保密到家哎、欸！爷爷生日快乐！今年生日最开心是什么？多一个宝贝女儿回来了，还是多一个金金孙回来了？哇，今年你的生日多两个人呢，多两个，一个是姑姑，然后一个是 Cody。耶、yeah, ，Cody 睡着了，我们两个可以安心吃饭了。解放了，对呀。耶，今天来到淡水，当然就要吃一点海鲜大餐啦、啊。所以今天这一餐呢，除了螃蟹之外，还有虾，其他海鲜，蛮酷的。太过瘾了。这餐总共有三种螃蟹，一个是炒的，然后两个是蒸的。两个蒸的呢，一个是花蟹，然后一个是三点蟹。Nice。今天有送爷爷什么生日礼物吗？没有，送他一个吻。好啊，好，那你送他一个吻。他最喜欢这个了，其他还好了。爷爷，你有喜欢奶奶的吻吗？我喜欢。爷爷摇头。喜欢奶奶，不要再骂我了。不会啦，我一生只爱他一个人。好浪漫啊！爷爷今年几岁了？
86，我26，整整大我60岁，超厉害的。对，怎么让自己保持健康，一直到86岁？天天运动，身体健康。哦、所以运动很重要，就是每天都运动，就可以像爷爷一样这么健康。我超棒的。今天又是一个开心的亲子日。这个帽子呢，是上次我们去大鲁阁草芽道的时候帮 Cody 买的，不过没想到一次都没穿到，他的头就太大了，就穿不下了，好可惜哦。你看这帽子是很好看的，很喜欢的，就没想到这么可惜，一次都没穿到，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就发现太大了，然后穿不下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就去帮 Cody 买一顶帽子吧，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，还是要给他戴个帽子会比较安心一点。你们还记得这条背巾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淘宝的一个卖家寄给我们试用的。那因为它是介于杯口跟妈妈位中间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方便。那刚才我们又拿出来用的时候，发现，意外的有点逆转胜，好棒哦！其实我背上这个时候，当时候第一次背，可能因为 Cody 有点太小，它太软。所以它其实在这个里面它会坐不起来，虽然它也是可以侧背，但是侧背实用性上来讲，你就妈妈位就好了，不需要特别用到这个。那现在 Cody 已经可以直坐，再加上它这个弹性的功能非常大，所以它是可以边坐的然后边哺乳，比起杯口又多了一项功能。我就觉得天哪，这太完美了！而且重点是它完全支撑着我腰，天哪，这太完美了！妈妈的腰有多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？需要很多人来帮忙支撑妈妈的腰，所以这个完全，它应该很大块一块在后面，它是一大块贴在我的下腰背那边。Oh my god， 怎么那么好走？差很多，就一瞬间就哦，那个差别立刻出来。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 Cody 还没办法直的抱，然后现在可以直的坐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说可以把杯口再拿出来再用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这一个可以用用看。Amazing。对，意外的好用啊。任务完成，小可爱，还蛮顺利的。妈妈刚才已经忍不住了，被爸爸劝退。好开心的吧？我们今天很多人帮你庆生。我小时候不客气，生日快乐。我有多少香港？希望你们大家我都有出息的。好，就会有出息的哈。不好意思哈。